来把天使，打什么玩意儿呢？巨魔，折磨生出苦难，苦难又会加剧。天使应该打不过巨魔吧？万间无穷的循环将由我来终结。一级，欢迎来到一试试啊，要不？那万一试试就试试了呢？他带点盐不能偷走，那试试吧。很明显这打不过啊，他 A 我三下，跟我 A 他三下，我们俩都不成正比，就我们俩这伤害根本不成正比，应该打不过。全军出击！巨魔的 Q 能咬攻击力，一切谎言都会化作尘土。哎，他不带骸骨了吗？我记得。嗯，没带骸骨，他没带骸骨都把我打成那样。带骸骨，这得狠成什么样？经由烈火审判。这不是没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你必赎罪。A 波一兵刚才也能打了，那具体因为啥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。高手的直觉。什么打野？喂！这我们就不去了啊！这你就别打了，你去下面的河蟹呀。盖伦不动弹，那你就去下面的河蟹呗。盖伦干哈呢？这盖伦啊，挂机呢，玩呢。直接引在塔带了，直接化身防御塔。挺身接受你的制裁。Killing spree， 我劫来光的怒火。我决定三级 Q 开始主义。黑暗退去吧！我他这老些兵，你给我打啥呀？咱俩今天谁也别怂啊！谁怂谁就是孙子，咱俩谁也别动。
听了。点都天赋了，怎么没点爆破呢？只有无辜的人才可宽恕，前提是我能找得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反击。玩玩具，正义不死。其实我没太玩好，没操作好，刚才操作可以更好一点。首先先开大挡掉塞拉西的伤害，嗯，然后扎到巨魔，巨魔闪现我往草里插个眼，直接一个闪现躲掉塞拉西的那个一技能，然后把巨魔一杀，塞拉西也打不死我，完美，真的没玩好。毕竟那塞拉西也才四级，我当净化此地，必要的话烧尽一切。为什么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指引我的剑刃，让火焰奔腾吧！谁的大招？对面的大招。巨魔挺有意思的，不往后走，往前走。我寻思往后走，我正好 Q 预判往后走，给我来了一波往前走。盖伦说他掉线了，为什么呀？你掉线了，你问谁呢？向战败者致意。还挺可爱。我必会净化世上的邪恶。以正义的烈火拔除黑暗。Shut down。双 buff 玩具，纯玩具。你的罪赎清了。
直接挡掉所有技能，纯玩具，吹波扣。巨巨之人葬身于此。畏惧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先来过个怒火。我不在乎任何言辞，我只关心行动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世人的喧嚣之上，我追寻着荣光飞翔。我操！这多少个人？啊！给我包饺子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通往光明的道路是孤独的。人类并不完美，而我并非凡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他干哈呢？他。强者就此败。他为啥这样说话呀？他可能输入法有问题呗。赎罪的烈火，你将我洗礼。我的剑刃铭文。别骂人，老骂人。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他们的言行应该放在星辰的天平上称量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跑！往哪里跑？你的嘴成精了。那人指定是有点什么毛病了。刀子欺诈
将为这世间带来正义，无论任何代价。Shut down.人家乌鸦搁这打架呢，他他妈跑去打蟹去了，我操！上单并不想与你勾留。看看他问啥，我就不让你看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上单拒绝与你勾留。我也不让你们看着到底是他要问啥，我憋死你。打着打着他妈打出来个跟屁虫，你说这不义之人是一种溃烂的恶疾，我则是那把烧除腐肉的尖刀。打个大龙吧，游戏结束。
让我摸着你还想走，你这不太可能了吧？我看看这个艾伦要问啥。